呼吁你叫我上去那一台，然后我才刚下车，你叫我上去。走路华丽的发型，朴素的衣着。这里是蓝山站，旁边就是搭小火车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去天龙寺跟竹林。去吧。可云呆，呆呆瘦，可云瘦，可云瘦，魏光女，魏光女出现了，可以，我听过目光女，没听过魏光女呢，可以，不要那边，昨天，好了，昨天我们去吃大阪烧，然后我们已经在那边大四了，讲了一堆中文，对，沟通都用中文，都没有掺杂别的，都是中文。他要送我们去坐电梯的时候。那个最后一句话，他跟我讲说安妞，安妞 ，OK， 然后电梯门关上，我们就对。我们分析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都是擦着，我没有擦口红，然后韩国人不是都擦很深的那种大红唇，可能是我们眉毛很粗又很粗，所以看起来像韩国人。要走出自己的装扮，对啊，自己的路，就是我们要顶着这种浮夸的发型跟然后朴素的衣服出门，对，这种然后还搭配一个钢带。对，羡慕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舍弃的那个小火车，用选择用漫步的方式徜徉在街头。啊，好舒服哦！喜欢这种天气。这个天气真的很不错。冰棒吗？给你올라가서깜빼지말고내려와서트라이해줘。내려오면트라이。我们一直问要不要吃哪一种先走，好吃吃。有手拿吗？好可爱哦。Smell, smell, pretty smell. Oh, 好香哦。Oh, fruit, yeah. Oh, very good. Thank you. Oh, thank you. 哎，你在录？果然，还有我的。你有拍吗？哦，好美哦，你要不要拍？冰棒店，嗯，水果的哦。他们两个是 three berries， 三种 berries， 三种 berries 中文要怎么讲？梅果，梅果，三种梅果。然后他说他里面都没有加水，所以应该是纯果汁下去，对，嗯，非常的浓郁。我吃的是七种水果，而且它好像不太容易融化，对啊，它还很高硬，很。它真的有水果里面。嗯，你看它里面有蓝莓，好大一颗哦，奇异果，超大一颗哎，我的妈呀，哦，真棒。他说走路三分钟到竹林小径，还有野公朋克，嗯，手酸了吗？竹林中，手不酸还好。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呢？看是要啊，大恒要不要上去看？那个可以上去看吗？还是要钱？这感觉是爬山。有，他要受缚，所以受缚是要钱的意思。哪里写的？那个地图上面的第一关就是受缚。哦，你好专门哦。谢谢。又高，眼睛又大，眉毛很齐。对。然后。嘴唇又干。嗯，嘴唇干。你有我干吗？我嘴唇也超干的。你刚好偷补对不对？我没有补。没有吗？我已经用嘴唇。哦，你有，现在好一点。我补充水分。放吗？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哪里。我们现在在准备去渡月桥的路上，顺便去阿拉比卡。咖啡，有一间咖啡店，我们想去路上。咖啡，他那间店有座位吗？好像没有，可是旁边就是桥了。
就在。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，大概是 the best amazing。The way you are， 就在自动高音就消音了。The way you are， 自动消音了，但麦克风还是拉的。Do you want？ 你要随机街上会不会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往哪个方向？我们不是往那个方向吗？这个方向吧。下面还是水在那啊。哦，水在那儿。蛮美的这里，而且好少人。其实这里好像也可以坐着喝咖啡，只是我们没有咖啡。对。我靠，操！好，可以，阳光徐徐，我们也可以坐在、啊、这里也可以啊。旁边水的旁边，水的旁边。那一推，没错。你好棒、嗯、，We are the best。我想的。我们果然是 TSBF。TSBF。结果我们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三个，我们是永远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起下水？没有啊，就他。我们是 TSBFF。录到了吗？录到了吗？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 F？ 这个就是。我们是 TSBFF， the super best friend forever。懂吗？懂吗？懂吗？其他店都是帅哥，然后帅哥店。你还可以镇定一下到底是不是。好，他就在杜月桥的旁边。对，就在旁边而已。间店。旁边的美景真的不错。我们来排个队，等一下。啊，什么？我是老板娘，好呀。我觉得现在很适合配这首歌。可以不可以？给我一个吻。快跳！重置 reset， 敲一敲，要把光碟拿出来吹一吹， reset、拿到回去。不要吹我，我的光碟，那是光碟，我的光碟。对 ，reset。哎，感觉那边很适合，就是我们好像有王美照在那边拍照。王美照，你知道是谁？很轻快的歌，但是包子跳起来特别沉重。不是沉重，是有点笨重。那边有椅子，我们要坐在那里的椅子上吗？那一首歌叫什么？我在我的心上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你走了。哎，你又没水准辣椒了。我没有，是风。你是风儿，他是花。哎，你是这样唱吗？他是沙。我是沙，我是沙，我是沙，还是你唱那个动力火车站？什么？哈哈哈！你有看过《琼瑶》？没有啊！啊哈！这样吗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好奇怪。哎，这是你没有加酒精。哈哈哈！加的不是牛奶，是酒精。蓝山这边真的是非常的。宁静，然后也非常幽静，很适合来走走，来啊！哎、欸，没有音乐，你们俩在摇摆什么？要想象这有音乐啊！噔噔噔，你在后面跳也没有人。干嘛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但我觉得今天录的这一段是我们最好笑的一段，是我自己觉得好笑而已，自己觉得好笑，自己在那边自嗨。好了，我是不是刚刚说要拍照？对，我们现在又要变完美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来跟大家说，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现在一口为什么不把它喝完？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现在在你心里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是这样是不是？杜月桥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是不是？阳光台不是，我就阳光，我不是逆光哦，我是逆着光，我得唱光，我逆着光，你 key 起太高，你后面会后悔，对呀、啊，你又起那么高、啊。
我们到底在哪里？渡月桥，渡月桥。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哦，对不起，人家是来这边约会，对，三八，没有我们就，赶快撇清关系。哎呦，你看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在渡月桥，请忽略后面的那个。我们现在渡月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，我们自带背景音乐，对，自带背景音乐，可是有点大声，没有办法控制音量。我们在南山，刚刚走过了竹林。竹林小径，小径，然后还去了大河内山庄、野宫神社，然后还到了哪里？大河内山庄，对，大河的门口，但我们没有进去。然后我们就买了咖啡，阿拉比卡，percent 100%不加水，喝啦，冰块，对，还蛮好喝。然后在那边拍了一系列的网美照，对。然后别人在约会，我们在旁边大声嚷嚷。我们再唱一个，就如此的吵。但这里真的是蛮安静，然后又很疗愈的地方，疗愈的，真的很适合是放空，或是蛮适合。因为我觉得蛮适合一大早就什么？蛮适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蛮适合就一大早就来，然后就直接分多地，或者你去走走。但是我们的就是字典里没有一大早这三个字。也是，没有一大早、啊。今天起很早哎、欸，七点吗？今天7点多就起来了。也是。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安静的，就对我们是，对我们很吵。好啊，现在我们就唱一个，给我一个吻。他可以唱的接受吗？好，我们赶快转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刚那个模特儿真的不专业，就是你知道逆光也，他调也不调，然后还一直命令我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对吗？对啊。啊！现在在挥手，他在挥手，让你过去了。Oh, I don't care。好的，快那拍我。好。嗯，好坏。我们趁那个太阳下山之前，我们已经好好的拍了很多的奇怪照片。关的真的蛮快的，你看，对啊，有开，冰已经关，全部关起来。好啦，我们就先录到这，因为有点不知道讲什么。对，有点干，我们就是很干。好，先这样。衣服也很干。
对，眼睛也很干，鼻子也很干，脱皮。好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按掉，按掉，按掉。我们要珍惜最后的电，我们只剩下这一颗了。就我们玩到连行动电源都没电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很猛，我们要珍惜一点。有可乐饼，我们现在来到空中花园，梅田空中花园，空中平人，不好意思，对，然后哦耶耶。就这里呢，就是一个情侣们必来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它这边还会有一个双人的一个情侣座，这样。对，那朋友当然也是可以来啦。是空的，是空的什么？没有玻璃的哦。这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现在是36了，40哦，40，现在40楼。哎，它下面其实还有一层。谁啊谁啊？仓库有仓库有39哦，那还好，还可以，才一层。这里应该有出来了。我觉得长得。不要动，不要动哈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不用硬讲话。哎、欸，看到我们吗？你看一下，你点眼睛看一下 GoPro， 看到我們看不到黑的。好，那我们关起来好了。不要，要不然大家以为他们在听广播有没有？对，完全看不到，而且好像也……哦，对不起哦，忘记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也看不是很清楚呢。你看，有点模糊。对啊，不要用 GoPro 拍好了。大家拜拜，为什么？因为 GoPro 拍不出这里的美。再见。先一个人找我们拍照，我们超慌。要讲那个啦，跟老外拍照的那个故事。第一个老外是帮我们拍照，对，然后再来的两个都是想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很想要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了之后。哦，好意思。对啊，好自己讲也有点无力。对，有一点点。你知道那个证据？对，他当下应该要录到，可是我们就是。camera 关掉 ，camera off 的时候，哦、对啊，你才会有很多梗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拜。哎，今天几号？今天3号。6月3号。对，今天星期六。我们已经大家在补班吗？对啊，拜拜，我们没有，拜拜。我们在玩哦，我们在玩。哎，你看，其实很多人都在那边拍耶。对啊。他是 follow 我们吗？对 ，follow 我们。我们是想跟你讲，后面自己消音耶，我们是知名。我没有，不要舔我。我没有。妈呀，是鹿哎、欸，小鹿斑比的那个鹿，真的。小鹿斑比的鹿，打他。拿神器打他。我要维持稳定。很爽。爽好。